热闹的舞龙舞狮，乡亲朋友欢聚一堂，见面互道祝福，欢迎祝酒拜年，有新春特色的零食水果。每年新春佳节，香港各界的团拜便接踵而来，有的阵容强大，参与人数众多，有的小而温馨，其乐融融。从农历正月初开始，陆续持续到正月底，政府官员们也会轮流到各团拜现场给大家送祝福。到2月22日这一天，香港便有3场以上的新春团拜举行，包括香港中华总商会甲辰年春节酒会、香港潮属社团总会甲辰年新春团拜、香港科技大学传媒新春团拜聚会等。拜年是中国传统习俗，是人们辞旧迎新、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。团拜顾名思义是集体拜年，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。在香港，许多机构、企业、高校、民间团体等都会举行团拜，大家欢聚一堂庆祝新年，联络感情，交流思想。团拜会上通常有舞龙舞狮助兴、祝酒仪式送祝福，团拜主办方会上在座人士展望来年计划，这也成了香港社团机构过年的重要习俗。